初步核算，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82万3131亿元，按可比价格计算，同比增长9.8%，两年平均增长5.2%，比上半年两年平均增速回落0.1%。分季度看，第一季度同比增长18.3%，两年平均增长5%；二季度同比增长7.9%，两年平均增长5.5%；三季度同比增长4.9%，两年平均增长4.9%。